塑胶汤匙变美丽吊灯。红白塑胶袋变可爱的甜甜圈椅。那橡皮筋可以变什么嘞？每天都在用的肥皂和沐浴乳又是怎么被发现的？人类清洁用品史您不可不知。还有带来欢乐和健康的屋顶农场又是怎么被打造出来的？今天节目邀请到演员黄雅敏、儿童节目主持人王博元以及从事教职工作的梁富珍，一起来动动脑，让生活变得更有趣。首先进行的是绿色 EQ 随堂考，测试一下您的环保常识知多少。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标章呢？感觉有点像，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好，没关系，现在就要请大家动动脑，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标章啊，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对，前面有这个我们的答案板哦，有一支笔，那我们就把你自己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章，它代表什么那样的意义，把它写在你的答案板上面，好不好？好，请坐下。好，答案都写好了，对不对？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把答案板先举起来。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博元写的是美丽森林的标志。对，美丽森林的标志。哎，什么叫做美丽森林？是这棵树很美吗？不知道，其实这个标章好像在很多地方看都觉得有点类似的，什么？这感觉你写的答案是在国家公园的门口。对，我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很漂亮的森林，就给它一个标志这样子。哦，所以你觉得它是应该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指示牌的路标认证啊，认证，就它太过脏的，就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就说这座林，它如果很漂亮，符合美丽的标准，我们在门口就会看到这个标章，美丽的标准。好，听起来有道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姐写的是有机的标志，对不对？对，现在就是提倡环保嘛，然后提倡天然有机的嘛，所以大概就是说。是会在一些商品上面，对，它是有机的话就出现，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成分呢，它是天然的，然后不破坏环境的，是这意思。大概啦，有一点没有信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富珍老师，你写的是保护森林的标章，这个是什么意思？保护森林的标章，这个标章我不是很清楚，对，我看到这棵树，对，应该就。F 大概就代表森林吧，好，那 S 大概就是保护吧，C 就是产品嘛，是不是？是保护森林的产品，是不是呢？产品是 products。哦，大家只看到上面，可是老师看到了下面，真的耶，对，蛮厉害的哦。好，所以其实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我们正确的解答哈，米娅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志。老师说的森林管理委员会。对，所以呢，只要在产品上啊看到这个标章的话，就表示这个产品它的原料它是取材于呢对森林非常友善用心的方式所取得的，绝对呢不是那种滥垦滥伐啊破坏生态的方式，对，尤其。最重要的是，绝对不会呢，是采取这个保护雨林区当中的林木，这很重要。所以其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哦，其实比方说，像我手上拿的是我们的卷筒卫生纸，那这本呢是天下杂志哦，那可以大家在购买之前哦，可以翻到他们的整个包装的背面，稍微看一下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光是这样子的一个背面。来这个地方他就有特别讲到他是不用热带雨林的，对，这个地方他就是保护热带雨林，是，然后再来他使用一棵树他会再种回去四棵，真的吗？因为我们取之于大自然用之于它，其实我们还要回馈给它哦。然后再来这个地方他有写到他是不用原始林，所以其实呢讲到这个标章在有一些良心的企业他们其实已经慢慢在做推广了哦。那像这个是卫生纸的部分，那像这一本杂志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标章？真的耶，那你现在对照一下，对，一模一样 ，FSC， 对，同样的讲的，也就是我们要保护地球、保护森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大家以后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可是我们平常啊，都知道，像是我们吃有机水果啊，或者是有机蔬菜，都比一般的蔬菜跟水果还要贵一点点，那像这样子有受过保护的产品，会不会比原来
来的贵一点点啊。也许我们可能在购买这样子这一类的商品会稍微付多一点点的金钱，但请记得哦，它背后其实会有一个隐藏式的所谓的价差的意义。我们今天宁可就是多花那么一点点的费用，因为来保护我们的森林，也不愿意就是将来我们的子孙去把这样子的一个价差转移到他们的身上，那他们将来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高，所以我们跟大自然是可以和平共存的。如果现在就从小小的一点点开始改变做起哦。好，对呀、啊，今天呢在绿色 EQ 里面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 FSC 环保标章，对，以后呢我去买这种纸类产品的时候啊，我一定要多花一两秒。找一下有没有这个标章，因为、这个、就是用心啦。对呀、啊，如果越来越多人呢使用这个 FSC 的产品的话，就表示这个地球上呢有越来越多的森林受到保护哦。好，那么刚刚其实我们三位其实都答得差不多了哈。那么紧接着下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绿色行动化成实际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啊、这真的很重要。那接着下来这个单元，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绿色生活家，透过他们的经验分享。看看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一起来看一下。重复去拉成像水晶吊灯啊，对对对，看到在我们的 VCR 里头很重要的是他们除了落实在生活当中的环保以外，橡皮筋这个东西，对啊，我们通常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真的橡皮筋无所不在，对不对？一个便当就两个，哎，对，你看这么小的一条橡皮筋是有时候这样掉了，哇，我们就没有注意到，真的。可是呢如果用心随处找，其实生活上好多地方都看得到橡皮筋，真的。那妈妈的厨房最多，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就要来考考大家了哦。对，没错，我们刚刚其实影片当中的这个橡皮筋
你们猜想它可以做成什么？好，博约写的是运动松紧带。什么叫做运动松紧带？小时候我们都是拿那个跳绳，有没有？就是用很多结起来可以跳绳。现在把它改成那个弹力，在家里就可以塑身做运动。哎，这个是还不错，可能橡皮筋用量会很多。会吗？做成一条跳绳的话要蛮多。好，那我们看一下雅雅姐写的是花瓶。哎，很特别，花瓶。因为一般玻璃花瓶比较容易破，那如果把它套在外面的话，就是它如果有颜色就可以颜色稍微调配一下，然后它又可以防止破裂，万一不小心撞防摔。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傅真写写的儿时的记忆，好可爱，重回快乐的跳绳时光是这意思吗？好，三位各有不同的妙招跟解答，但是正确的答案呢，我们就请这位来到节目当中公布他的做法，好不好？好啊，欢迎我们的真宇，欢迎你，好，是我们大设计师。好，我们真的很好奇耶，因为在你们的公司当中，我们看到你们真的非常非常落实环保这一环。嗯，哦，所以橡皮筋对一个设计师来讲，它也有妙用吗？当然，其实就我们公司来讲，我们在设计一些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考虑到它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对，那就像其实这个。公布一下答案，就是这个是什么啊？一个年历，年历。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其实我们橡皮筋，大家可能以往都注意到它有弹力而已，是，其实我们都会忽略掉，它其实有红色、绿色跟黄色。哦，我刚刚讲了个颜色。对，那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的月历，对，我们是到礼拜六就是绿色，对耶，对，礼拜天就是红色。那我们就刚好说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让我来为大家示范一下，是，比如说三月份的礼拜天，三月份礼拜天是。三号就套红色的橡皮筋，就把它套起来，对不对？那当然，礼拜六就是二号。OK， 哇哦，所以就是可以做一个万用的一个年历就对了。对，一个万年历。好，我看一下。这样子摆在桌上，好像这样子摆在桌上。比方说这是三月份哦，然后再来这一个月份，这个就是礼拜五，对不对？对。然后这个就是礼拜天、礼拜六之类的。哦，你就把它这样子分隔开来，哎，好聪明的做法哎。对呀。而且它不会只是用短暂的一个月、两个月，因为这个东西就变成你放在那边多久。你只要每个月去稍微移动它一下，它就是一个万年历，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环保的。哇，这好聪明哦，觉得非常有创意耶。对，大家看要不要试玩看看？哎，好耶，这个真的好棒哦。是啊，哇，这可以送我们吗？谢谢。我们可以，我们就不用再买了，对不对？对。最新产品，而且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也可以动手做做看哎。对，这个创意到底是怎么发想的？我们的橡皮筋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几乎每天国民便当嘛，对，国民美食台湾，就是便当你每天大家都会几乎都会去消费到，没错。可是你有的便当一条或者是两条，每天大家真的是浪费掉。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公司旁边的便当店，是他如果一个中午生意好，他可能有300个人进去消费这个便当，你就有300或者是600条的便当橡皮筋就会被丢弃掉。就是我们那时候想说，哎，说那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卡片来做成像一个万年历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就让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废材或者是垃圾，它能够有一个美丽转世的机会。美丽转世，美丽这个世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浪漫哦！美丽转世是什么样的一个发想啊？对，我们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时候，被一个展览叫做美丽转世这样的一个主题展来邀约参与一起展览。对，那所谓的美丽转世，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利用身边大家的一些废材，借由设计师的创意，然后让这个东西，那比如说一个东西如果有它的灵魂的话，那它不但当它不被使用的时候，它好像就是它的灵魂就是会被消失死掉。可是借由设计师的创意的时候，你可以让这个灵魂重新去轮回投胎转世一次，所以它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生命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展览就是请各个创作者利用自己生活的经验里面的余料或者是垃圾，去重新赋予它一个创意，让它重新活过来。好棒，好棒的转世哦！我觉得全台湾的婆婆妈妈大家都是很厉害的设计师，真的。为什么？因为
最简单就是我们常常有拿到那种房地产的广告纸。哎、欸，对、啊、对呀、啊，家里的妈妈通常都会把它折起来。对，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美丽转世的一个实践的一个物品了，入门的步骤就可以这么做了。哦、OK， 所以其实真的很棒哦。原来橡皮筋啦、啊，或者是我们身边看得到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塑胶袋，当然我们不鼓励大家真的每一次买东西你都要去跟人家要一个塑胶袋，自己可以带购物袋是最好的。对，你能够自己带购物袋，然后可以能够。自己带餐具去用餐是最好的哦、嗯。你们的办公室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对，因为自己本身其实还蛮重视这个问题的啦，是，我们就希望说，基本上就是环保筷跟环保杯这件事情是新进员工一定要具备的东西。我们公司其实也会希望说，你尽量不要买便当。如果外带的话，你那些便当盒啦、筷子啦什么的，哦，又造成另外一个，它其实是垃圾。其实是，对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即使是说你不在公司，带便当来微波，你如果外食的话，也希望你可以是在外面的餐厅里面直接用餐这样子。我们很希望能够去看一下这个设计师的公司。对呀、啊，因为刚刚一个小小的角落，是不是真的都没有办法逃过我们的眼睛？哦，是不是真的都有落实到一个环保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去突击检查一下吗？可以，口说无凭，眼见为真。我们要来看一看、哦，那我们一起去瞧一瞧喽。可以节省成本以外，也可以让这些余料有重新再利用的机会。相对的，这样的成本也低，那也可以很好的将那些余料给处理掉，这样。这个是 Claude 我第一天来公司送我的。这个保温杯是我一开始上班的时候，老板就送我。因为我们在员工进来的时候，都会希望提供给他们一些马克杯或者是环保杯，让他们在公司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些就是杯子来做饮用水的部分，这样。这样子洗洗回收的时候，就是不会就是。脏脏在里面，然后回收人员的手也会比较干净。这样剪开之后，它干的速度会更快，然后就会更方便回收人员，就是做就是回收的这个。其实环保每个人都在做，可是你要怎么样让下一个环保团体他们的人要再更好使用，或者是说他们在做环保回收这个动作的时候更加的方便，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可以把它完全的清洗干净，让他们做后续的那个处理也会比较快。哇，真允，你们办公室真的很棒哎。谢谢，连我都想去当你们的员工了。而且那个环境其实真的很舒适，很舒服哦，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用过，其实再利用，又赋予它不一样的感觉哦。对啊，刚刚其实，在画面当中，我还觉得有一个部分是非常感动的哦。你们是体贴下一个的一个回收者哦，所以你们是把它洗干净，
然后把它剪开，然后一个一个慢慢的分类，把它分好。嗯，哇，这个心意真的是很棒哎。是啊，这也是在日本生活的经验来的。是，好，那么紧接下来呢，其实真的我们除了非常谢谢今天甄云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以外呢，那我们的聪明过生活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聪明选择，但是要用智慧来做判断。哦，那我们今天要聪明的来选择什么呢？我们就从生活当中每天会洗澡的沐浴清洁用品开始来做。太好了，这个我非常有兴趣。嗯，那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走进大卖场里，放眼望去，清洁用品的种类这么多多多多多，每个人家里的浴室也总是少不了这些瓶瓶罐罐。不过啊，涂小姐家的浴室似乎……哇，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浴缸旁也有一大堆耶！虽然瓶子都不大，但是这个数量真的是有点多啊！真好奇这里一共住了多少人啊？就我一个人呢，我一个人住。什么？这些沐浴用品通通只有一个人在使用啊？这要洗到什么时候呢？而且这些买下来应该也要不少钱吧？那这些洗发精和沐浴乳都是怎么挑选的？没有一定嘞，其实只要有出新的，我都会去看一下。那尤其是那种各式各样的花香的味道，我都会很注意。如果像是那种薰衣草啊，是一定要的；玫瑰花香我也很喜欢。有新的那种产品出来，我都会买回家试试看。哦，原来花香对涂小姐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看得出来这位单身女人过着很疼惜自己的生活哦。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究竟现代人购买清洁用品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到卖场来一探究竟。哇，看到各式各样的宣传用语，各形各色的包装，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啊！这么多的产品，这个也好，那个也不错，消费者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挑呢？请问你家中有几瓶沐浴乳和洗发精呢？洗澡的是肥皂就一种啊，那洗头的有两种，这样各有半打以上的储存，大概一两种吧。我爸一罐啊，然后妈妈也一罐，然后我一罐，然后我弟也一罐。大概一罐吧。一罐。一罐吧。两罐左右。两罐以上。请问你在买沐浴乳的时候会考虑什么呢？我是妈妈嘛，大部分都会教量多，价钱比较便宜的。一般我们就是大厂牌，还有就是试用过，觉得不错才买的。儿子喜欢习惯试用的，比较没有刺激性的。比较品质比较好，比较有那个。请大家猜一猜，他们购买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三位的解答，来把答案板整理起来。哦，这跟我一样。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博元讲的是味道。对啊，味道其实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人的心情。哎呦，嗅觉。对，就像是什么柑橘啊，会让你提神啊；薰衣草会让你放松。我今天想要放松，我就洗薰衣草；我今天想要提升一点，我就洗柑橘。所以那个是吸引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的这个情绪放松的另外一种选择啦。对，道理哦。那这个很特别，代言人雅姐选代言人。其实我的意思是广告啊，对，它容易被媒体所影响。看那个广告画面，然后女主角好漂亮。大家有时候可能是买一个梦想，觉得我洗了这个沐浴乳就会跟代言人一样的美，身材一样的好，哦，也有可能哈。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傅政老师，这个属于家庭主妇的代言人，修个短袜，便宜量大，就是短褂的哈。好，再来之前有提到也是广告，所以你看这媒体的力量有多可怕，对呀，真的对不对？很容易被吸引。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面的思考的方向，不要一窝蜂说哪一个东西好，然后全部大家都去买那个东西。要经过智慧的思考。好，那么三位的这个答案都不尽相同哦。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选择适合我们自己跟家人的沐浴用品？那一般人他们的想法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画面当中他们没有说出来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来，请看。针对那个比较干燥啊、比较敏感的皮肤，选择不一样的沐浴乳，比较天然的，对啊。或者是可能会看一下产地，那是天然的，就看它这个品牌是不是以纯天然为主的。成分大多是成分，有一些什么细鳞或者什么类似那种，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
的那个成分的话，我们都会尽量避开那些，然后从里面挑自己比较喜欢的。原来如此，你猜到了吗？那三位的解答都不算答对哈，不过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选择这个属于个人跟家庭用的这个清洁的用品，其实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请到一位这个专家，没错，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细说分明一下。是，今天邀请到的专家呢，就是静宜大学化妆品科学系的吴佩萱吴老师。好，欢迎我们的佩萱老师。大家好，老师好。哎呀，我们今天要来上课，没错，所以我们是学生哈。老师，我们刚刚看过，就是一般人在选择这个沐浴用品、清洁用品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本身自己的标准很多。对。那么有没有哪一些大方向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好，我觉得要先看成分，然后要注意它的 pH 值，然后第三个还要看去脂力强不强，去脂力强不强，对，所以这三大要素是绝对一定要考虑进去的，没错。吴老师，那像刚影片当中啊，大卖场里面那么多零零总总的瓶瓶罐罐，难道我们一个人真的有需要用到这么多种不同的清洁用品吗？你是在帮自己问的，对不对？因为你太多不一样的种类了。OK， 假设说你是现在目前正在用一个品牌，你也非常喜欢它，对。那如果说你洗了之后呢，也不会紧绷，然后也不会洗发精，也不会让你产生很多的头皮屑，那就代表这个品牌适合你。那如果说洗了不到几个月，对，你的头皮开始长了好多的头皮屑，然后呢，你的身体用的沐浴乳是，然后呢会很干痒、很干涩，那代表你应该换品牌了，就是不适合自己。对，所以其实还是必须自己先用用看。是的，适合的就继续用，对，不适合的再换就对了。对，但是我记得啊，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会看到阿嬷，阿嬷就只用一块肥皂、洗头、洗身体、洗衣服，全部都是那一块肥皂而已。对，这样子的用法是对的吗？肥皂是强碱，是。那我们的皮肤虽然从头皮到脸到身体，对，不就同一个，但是 pH 值都在弱酸性，也就是说 pH 值大概是5.5到6.5，是，所以肥皂太碱了，可是还是有些人适合肥皂，譬如男生，对，容易出油，他容易出油，流汗。对，那所以它就需要清洁力比较强的肥皂，对，或者油性肌也适合皂，对。咦，不过提到肥皂啊，其实我在想，肥皂一开始到底是怎么被发明的呀？对，这个我们也很好奇哦，一直从肥皂到现在变成是沐浴乳，对，然后有好多的不同的形式，对，到底这个历史跟它的那个演进是怎么样变来的呢？不知道哦，一起来看一下好了，好不好？翻开人类的清洁用品史，您不可不知，最早的清洁用品是这样被发现的。有一个遥远的传说，古希腊人在一次火祭神明的时候呢，发现烤肉的油脂滴滴滴到木柴灰烬的时候呢，居然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哟。妈妈咪呀，原来这个幼幼的黑煤球遇到水会产生很多的泡泡，而且竟然可以把衣服上的脏东西清洗干净哎！感谢神的恩典。于是古希腊人就发现了最早的肥皂，后来人们更是精益求精，加入了玫瑰花等等各种香味，而变出了各种味道的肥皂。好香啊！不过到了工业时代，人们又从石油中发现了一项大秘密哟。这个秘密就是如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界面活性剂。从此，各式各样的沐浴乳、洗衣粉、洗面乳等等清洁用品就一直被发明使用。以上这些就是人类的清洁用品史。原来肥皂是在这样意外的状况下被发明出来的，真的耶！可是我有点不理解啊，为什么我刚刚烧的黑黑的这个木材灰烬，然后又滴上这个动物很油腻腻的动物脂肪，为什么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有清洁的效果啊？吴老师，这很特别。好，所以我就来告诉大家肥皂怎么做出来的。是，好，公式你可以看到哦，肥皂是有很多的油脂，对，所以像市场上常常会宣称说我们是很纯净的橄榄油，那但是呢，一般在做皂的大厂，它可能会用
脂肪酸，是因为脂肪酸里面可能有12个碳的月桂酸，14个碳的肉豆蔻酸等等，这些都是油脂。然后再加强碱。哎呦，听起来强碱就很恐怖耶。然后做出来的皂基，为了让它快一点上来之后呢，就会加盐水，是让这个皂基赶快吸上来，浮在水面上，然后再加一点防腐剂，然后再加水。这整个就是做皂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肥皂。肥皂可是衍生到后来，其实我们又在使用所谓的清洁用品，有那沐浴乳，沐浴乳，对，它是所谓的那种半液体状的。对，这个跟肥皂的整个所有的那个形成的方式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又不一样了。对，不一样。那沐浴乳又是怎么来的呢？好，那沐浴乳的话，是本身的起泡剂，它比较偏向早期的话比较。属于单价比较便宜的沐浴乳的起泡剂是石化，对，石化做出来的一个界面活性剂。好，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清洁主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界面活性剂。是，然后呢，消费者会喜欢泡泡比较绵密，对，泡泡比较大颗，越多感觉是越干净。可是当你头发比较脏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泡泡容易消泡？对，对吧？对，所以我们就要加泡沫安定剂。让它泡沫就停留在上面，就是说比较不容易消泡，是还是要不然你可能会洗第二次、第三次，就会觉得好像老是洗不干净。对，然后呢，你会发觉很多消费者会有一个迷思，对，越浓稠代表浓度越高，不是，我们是靠增稠剂去营造出来那个稠度。这样啊，对，哇，那接下来外观看起来很漂亮，要透明，有珠光的光泽，那我们就加珠光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后面加进去的。对，还要加珠光剂。然后呢，你有没有看电视广告？是，有的还会强调说我有玻尿酸。对呀，保湿，那就是一些对玻尿酸啦，那这些就是有效成分。但是它的成分的比例多少，那其实就看各家厂牌。对，那最后刚有特别来宾说他喜欢香香的，所以我们要加一点香料。然后假设他说，哎，我里面有加玫瑰，对，玫瑰什么色呢？粉红色。所以再加一点人工色料，对，原来这样。然后再加一点防腐剂，因为水越多的东西就越容易发霉。所以我们不要让它的外观骗了我们，对不对？是的，全部都是化学的。全部都是化学，全部都是化学的。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罐沐浴乳就是已经成型了嘛？对。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个沐浴乳它的成分好不好，适不适合我们？对。有时候翻过来背面来看到一些成分标示，可是有的都是原文。对啊，我们根本看不懂。这样的是什么？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必须可以认识的一些成分？好，可以教我们看一下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就是洗发精跟沐浴乳常用的一些界面活性剂。好，那它常常英文会写缩写。对，那写缩写的话，你可以看到 SLS 是，或者 SLES， 或者 ALS， 或者 TLS。后面都是 LS。对，这些都是石化合成的界面活性剂。所以所谓的界面活性剂就是起泡剂就对了。起泡剂。所以这些都是化学的东西。对。那这些呢？第一点，它泡泡很多，对，那泡泡多，清洁力当然也很强，是，可是去脂力也很强，过度去脂，过度去脂，其实对皮肤是一种伤害。对，如果你冬天在用这样的清洁剂的话，你可能就会很干涩，会干痒，会觉得很痒。原来是这样，然后它也很便宜，对，所以大家就是特别记到几个 SLS 这几个。今天老师跟大家真的解说得很清楚，有一些小小的 pebble 成分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到底能不能够洗得安全，然后还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能够洗得健康，那这个其实都可以做一个选择的一个参考。好，那么提到了这里呢，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佩萱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解惑，那么也提供给很多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在选择清洁沐浴用品的时候，其实有哪一些依规将来可以做成参考。接着下来这个单元当中的一位主角要带我们去看一下如何能够在这个公寓大厦这样子的一个冰冷的一个居住环境当中，打造他属于他自己的顶楼户外的一个世外桃源。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真的有。哇，那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想一起来瞧瞧咯。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说啊，长大以后哈，啊，能够有找一块地盖个小房子，然后旁边种很多果树啦、花草啦。他送过我 A 菜的籽，还有红萝卜的小苗，还有迷迭香。每天哦，看着那个红萝卜一寸一寸的长出来，都看得很开心，而且自己拔下来吃的时候，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我觉得它真的是都市里面的一个很好休息的地方。它化腐朽为神奇，就是这样小小一块空间，它可以种出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真的让我开了很多眼界。这里是63岁李玉愁梦想实现的地方。10年前，他开始在顶楼种菜，绿意盎然的菜园成为邻居们放松心灵、享受都市乐活的好去处。啊，这个还有花，对哦，哎，花很香哎，嗯，花很香啊。哎呀，这么点点花看，嗯，就那么大一个，对呀，对呀，哎呦，对呀，好简单。还有，今天我们要摘一些掉了。我是从南部搬过来的，80岁以前是我骑了个机车到处跑的，在南部。一到这边来的话，我实在是好像一只小鸟关了井底蛙了，小鸟关了笼子里面了。我都在2楼，阳光都接不到的，要只有跑到上面的有太阳的时候，啊，李小姐种了这个花啊，看一看。绕一圈，然后都在差不多那边走，绕回来绕过去，走2-3圈。多年前，李玉愁也跟着老奶奶一样，对忙碌紧张的都市生活感到厌倦。有一阵子是身体很不好啦，也有忧郁症啦。啊，忧郁症严重的时候，老实讲，我一阵子也是很看不开，很想走那一条路去的，真的有曾经有这样子。那后来呢，搬到这边来以后，又有这些可以种，种了以后，哇，朋友越来越多啊，所以呢，慢慢，哇，这些病症就没有，所以我现在变成是一个很快乐又很幸福的人。来到精彩。每到假日，李玉愁会邀请朋友一起来体验农家种菜的乐趣，吃自己种的菜，不但味道好，感情也变得更好。来哦，进来哦。像李姐种了好多的东西，然后中秋节她就会请我们来，然后我们各自带一道菜来，然后她的地瓜叶啦、红凤菜啦，还有她种什么菜，她就会弄给我们吃。这里给人家感觉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然后因为它这里很多就是花花草草，然后每次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就会觉得很幸福很舒服这样子，所以他每次邀约我就会想要来这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我心里就呀跳，长那么多，你看我多快乐，又有花可以闻，香花可以闻，又有果实可以吃，而且它这个皮又很薄，汁又很多，所以你们要跟我一样多种，嗯，每天就在边看这些，心里就好快乐啊，所以不会有忧郁症了。哇，李姐，刚刚画面当中所看得到的那些果实啊，然后再来好多好多的青菜，都是你种的。是啊，哇，好厉害，真的厉害耶！是你的邻居，真是不是很想去当李姐的邻居？不过刚刚我们其实有看到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李姐为什么会在每一个盆栽当中会放那个松果？
哦，这个真的很特别，我们从来没见过，第一次。就算我们曾经有种过盆栽，也不会用，对不对？是啊。为什么要放那个松果？放松果就是说放在上面的话可以保湿，因为太阳不会直接照射，所以它能够保湿。再来就是它，不会长草，不会长草，因为保持那个光线没有直接照到，所以那些野草就不会，野草就不会。再来就是泥土不会直接冲到泥土，所以泥土会不会硬？所以，就是每天浇水的时候，因为隔着松果在浇水，它的这个水分不会直接冲刷，所以就省到我很多要松土的时的那个时间。所以这个真的是只有理解。只有你在用，还是说真的种植的人应该大部分都知道？没有，我自己想的。聪明的，因为我都去爬山嘛，看到很多松果，所以我就想就想到这个点子，说拿回来铺在上面，又美观嘛，又好看。理解。像之前我们在国外看到，其实大家是铺木屑，对不对？对。可是我觉得铺松果更好。异曲同工之妙。是啊。可是松果它这样会需要常常换吗？要换新的吗？它需要换吗？那个松果，一阵子以后哈，那它会腐烂，它会烂掉，它腐烂就变成灰料了。是啊，所以不用换，就不用换，不要理它，它就形成肥料了。对，然后再新的回来再放上去就好。不错，这个大家又学到了一点点 paper 了好，不过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所有的画面当中的这些故事，我们真的觉得手作的那种幸福跟感动。它是可以分享给旁边的亲朋好友的，对啊，好多朋友都去李姐家做客，真的耶，有好多朋友都哈来了以后，都以后常常要来，说我很喜欢李姐的家，是，原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花花草草，还有可以现摘的那个菜啊，是，还有是还有水果，对，我们现场带的，这个不是。这不是我们工作人员买的吗？是啊，这是李姐你种的吗？对啊，对啊，对啊。哇塞，上次早上还摘的。哦，这个是早上才摘的。这个是轮流，那个番茄是轮流摘，因为每天成熟没有几粒，因为现在排。我都还没有盛产呢，哇！所以在一天摘了几粒放着，他今天要来准备带来，请大家分享，真的吗？来，大家品尝一下，谢谢，看看有没有非常的厉害，看看。哇，所以这些其实真的都是李姐的这个辛苦的成果哦。可是说这个辛苦，其实你也觉得做得心甘情愿哦。那么也非常非常的快乐跟幸福。对对对。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构想，会在屋顶上面种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农场，一个小天地？原因是我从小是农家子弟啦，那很喜欢种一些东西啦，对啊，所以呢我慢慢长大有能力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如果要买一个房子的话，一定要有一块露台，要不然就顶楼，可以实现我的那个梦想。是在理解自己的本身的顶楼，你在做这些栽种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因为这个顶楼算是公用的地方，对啊，不见得每一户都可以同意，总是要协调一下。是，在当初有没有经过一些协调的过程？我刚刚种的时候有人反对，对，那我有跟他们解说，因为我不敢直接种在地面上，我都是买一个很大的盆钵。我们有发现。那盆钵的底下还有用那个什么塑胶的东西垫上，隔开，让它底下的水可以流通，所以可以防水。对，就可以不会水聚在那边，会怕漏水的问题。对，所以我就特地跟他们讲，解释一下。是。那后来他们好像看那么久了，都觉得怎样，所以现在都没有声音了，变成空中花园了。所以，可是我有个问题耶，因为你是在顶楼，可是顶楼如果说天气一个不好，例如说洪灾哪来啊，还是怎样？如果树太高，对，你该怎么处理？因为它不是地上啊。我那个每盆的那个果树如果超过那个女儿墙高的话，我会跟它矮化。
哦，上面剪就剪，花就剪上面剪，它才会成侧枝花。哦，是啊，它就不会无止境的一直往天上长，它就不会长高了。哦，它就往侧面两啊侧面这样。所以这样就算是台风来，其实它也不容易到。对对对对，就算倒下来浮起来，其实就好了，因为不是太高。对对对，理解自己本身除了自己在种这些过程哦，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嗯，辛苦是辛苦，可是是我的兴趣，所以呢，我跟它转换成一种快乐，一种幸福的那个一种能量。哎，对对对对，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很辛苦了。是，我刚刚理解自己也提到，我看你边整理边哼歌，对，好快乐，好幸福。对，可是曾经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负面的那样子的念头，有曾经有过，曾经有过，那时候心情很不好，身体不好又心情不好，是，所以呢就有忧郁症了。我也去看过医生了，哇，可是没有办法医好啊。后来我种了这个以后啊，就每天在那边看他哈，啊那个。成长的过程啦、啊、还有收成啦、啊、每天家人照顾怎么样啊，就很快乐，而且忙一忙就不会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对，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园艺治疗，对不对？对，就像理解这样，每天看这些哦，水果还有蔬菜呢，像成长，它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就会得到快乐，对不对？这快乐看理解就知道了，那好快乐。哎，现在真的很幸福，快乐，现在真的很漂亮啊。我一直觉得现在真的是要像我这么快乐的人很少。哇，真的要跟你多多学习。真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真的在强调手作的一个幸福哦。从自己动手做，也许它没有办法量产，但是它的每一份心意，其实再加上我们自己赋予这个东西的一个生命，它是可以给别人温暖的。对，这个温暖是可以感染，而且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一分享，其实真的邻居喜欢来你家，你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多，哦，人际关系越来越好。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能量。好，今天非常谢谢李欣，谢谢，谢谢。也非常谢谢我们三位特别来宾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我们今天一起来创造绿生活，下一次再来听听你们的故事，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大家。那么也别忘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美丽新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清澈的河流，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碧蓝的天空，留给我们的孩子一片草原绿油油。